朋友们大家好，感谢关注旧货大伟啊，好久都没来这个大柳树鬼市了啊，现在不是鬼市，是白天，周三周六周日啊，每周三天的白天。今天来一个是收货，一个是给粉丝送货，一收一送。来，咱们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啊。玩具吗？老秦，猫盘怎么出汗了？这么棒，五元的重量，行，今天早上，因为以前我是见过他的情况，鞋包电子设备。人太多了。那个弥勒佛是甜品吗？多少钱啊？最低多少钱？哦，我看一眼。看一眼，那几个十块钱吧，那里边俩了吧，不是一个，俩给十五吧，不要你没办法了，不要你别看了，不行，少了不能买，十块钱，赶紧的，你这今天我把它手术不要撤了，走了。一百八，这不是吗？你不是吗？这不是正常五十吗？啊，这不一百八。啊，一百八，这一百八吗？这二百，一百八什么二百？二百。一些木头。老鼠给他买回来，这万的，这万的，又不是五十，这一百八。来，拿包裹。你这是租的？你这租的？对。先请了一个五子闹弥勒小号的，然后人还是很多啊。把这个货已经交到咱们藏友手里啊，一会儿咱们接着逛。为什么这个过去这种工艺修这个挺那什么啊、唯一的你知道这人物好啊，就是他太满了。哦，对吗？对，他这景，他这人物太大，你要再小一半，哎，这是独立的一画片，对吧？嗯，得了，这仨拿下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小盒，你看这老瓷片，越看越他妈美。对，得了，接着逛吧。太沉了，手都勒得都疼死了，啊，麻了。先放车里一些啊，回头咱们再看看，都有什么，然后接着逛去。来，朋友们，咱们回到库房了啊。这个就是今天旧货大伟在大柳树的收获，然后这只。